涛哥哥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大家好，我叫何一航，我今年11岁了，我来自广东省珠海市，我很高兴来到非常6+1。请问何一航同学，你的大能耐是什么？我的大能耐挺特别的，我喊妹妹就能出妹妹。这个有点像绕口令，我喊妹妹就能出妹妹，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你不太好懂，这样先喊一个试试，喊一个让我们看看，好不好？好不好？好。嗯。妹妹，啦啦。哇，真喊出来一个妹妹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珍珍。珍珍啊，拉你上场的这个是你的哥哥吗？哦，是哈。你确定是他的妹妹吗？告诉我们是还是不是？是。哎，我明白了，喊妹妹他就真出了一个妹妹。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也算不上是大能耐吧。这个二胎家庭，现在我跟何刚叔叔，我们家里都具备这样的这个水平啊。没错，我们都有妹妹。对，确实不能算。就这么个喊妹妹出妹妹啊。嗯，你们先不要着急，还有呢。啊，还有。妹妹，来啦！哟，这边还有，哎呦。你是不是有点紧张？看着我的时候说管彤姐姐好，看着那边说管彤姐姐在这儿呢，宝贝。爸爸哥哥是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何一航。哦啊，你的哥哥是谁呢？你给指一指。哦，哎，而且我看出来了，这两个妹妹应该是双胞胎啊，长得这么像，是不是？确实是，人家一喊妹妹就能出妹妹。没错，这个咱俩就没有了，咱就不具备这条件了啊。但是我还是这个爱挑毛病，家里有个双胞胎，这也还好吧？我们这也不能算大才艺吧？我对，也不太能算，能够折服我们。嗯，泡泡哥哥，你先别着急，还有一个妹妹。哇！我的天哪！哎呀！录像录到这会儿，我们有点疲惫。我刚才突然挺恍惚的。是重影了，是三个人啊。刚刚上场的小朋友，你的哥哥叫什么名字？何一航。啊，你给大家指指你的哥哥是谁？啊，你叫什么名字？何一美。哎呀，何一真、何一善、何一美。哎呀，真善美都聚齐了。哎呦，太棒了！如果你要再能喊出一个来，那我们就真的服了。我跟你讲，就拜你为师了。你一会儿再喊一个，就不能再难为人了。我觉得挺好的，再喊多了也不好，这爹妈受不了了。到底你的妹妹都已经亮相了是吧？嗯，我就这三个妹妹聚齐了是吧？嗯，那你们几个有没有商量一下，一起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来，妹妹们，你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珍珍姐姐，我今年5岁了，我的家在珠海，这是我的哥哥，谢谢。大家好，我叫珊珊，我的家在珠海，这也是我哥哥，谢谢。大家好，我叫小美，何一美，我今年5岁了，我的家在珠海，这是我哥哥，谢谢。好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新推出的复读机品牌，真善美牌复读机，您理想的选择。我发现这兄妹四个哈在一起，哥哥好像是绝对的主心骨，感觉三个妹妹非常听你的话，是不是？是的，是吧？平时是不是也是招之即来，就是在家里一喊他们就过来。对啊，他们在家里简直就是我的小跟班。真的？对，他们不仅一喊就来，而且他们出生也是我喊来的呢。哎，等会儿，小朋友，这个话不能乱说。什么叫他们出生是你喊来的？就是我在小时候嘛，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妹妹来陪伴我，陪我看书，陪我写作业，可以陪我一起玩。我呢，就求着妈妈，能不能生个妹妹呢？我妈妈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但是医生这时他也不能确定是弟弟还是妹妹，所以当时我的心啊就是特别的慌张。那为什么慌？如果是三个弟弟不也很好吗？也是三个小跟班。这个话呢，就是如果是三个弟弟的话，那我就不是我妈妈唯一的儿子了呀。而且他们刚出生也是一伙的，他们在家里调皮捣蛋，
那我又打不过他们，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讲，这个说法虽然听上去不是那么无私，但非常真实啊。我觉得孩子们的确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啊。哎，一航，所以我猜哈，接下来在妈妈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不是一直在默默的念，生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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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就是我天天在默念，千万不要是弟弟啊，千万不要是弟弟啊，千万不要是弟弟啊。哎，然后结果我对这个结果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对，结果非常满意。哎，这叫什么来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而且这回响，你看还是三响，厉害了啊。哎，那你们班同学知道你有三个双胞胎的妹妹吗？嗯，我个人感觉我想低调一点。低调。但是有几次嘛，妹妹他们来接我放学，然后呢，我的同学看见了，齐刷刷的把我们围起来了。哦，我以为就我这么没见过世面的啊，他们还去接你放学。嗯。哦。然后我爸爸妈妈还拍了几个小视频，可以给老师们看一看。来，咱们一起看一看。哎，背这么大书包。等于是幼儿园先下课了，是吧？这个就是他们齐刷刷的把我围起来。哦，围起来，围起来，主要是看妹妹，我跟你说。你说这也是，他没见过双胞胎还好，咱们还算是比较常见。三胞胎我也是，好像第一次见近距离的。是啊，那个，所以这种没见过世面那种表现，全都是这个溢于言表。特别可以理解啊。那我们来问一问，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对吧？还有妈妈旁边那位是谁啊？是我的奶奶。哦，欢迎你们。我们请爸爸妈妈来介绍一下啊，你们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四个宝贝儿在家里的这种应该说四倍于常人的这种快乐，给我们分享一下。嗯，是的，而且他们四个孩子呢特别的懂事，有时候我回来很累，自己不想动了，我就躺在沙发上，然后我就喊珍珍帮妈妈端一杯水来啊，珊珊帮妈妈递一个纸巾过来啊，他们几个都愿意帮我做这些事情，而且呢经常在哥哥的带领下呢帮我揉揉肩啊，捶捶背啊，按个摩什么的，他们之间还有分工呢，比如说谁端洗脚水啊，谁按摩之类的。哦，哎，真像那么回事，脖子上还这个搭着毛巾。对，那边这按摩的手法也不错啊，你看。按摩洗脚同时进行，人家四个娃够用哈。这么大盆，这盆水明显沉一点。这端蓝盘的是谁？端蓝盘的是谁？珍珍啊！太真实了，因为爸爸脚大，给他泡的那盆水要多一点。我跟你说，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当四个宝贝的爸爸妈妈太幸福了，幸福啊！你说我怎么就没这福分呢？你说，不是，就一个娃啊？对，那不是我们这二孩家庭，本来觉得还可以，现在一比比也还是太逊色了。我看刚才嘉宾老师们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呀，哎，这个尤其是何刚老师，这个一直咧着嘴笑，也想体验一下当这四娃的爸。对，他羡慕，他嫉妒啊。啊，但是我不恨，我觉得特别好。亲爸亲妈可不可以？没问题，但是这个体验内容的话，得听这个亲爸的。哦，这个合理合理，就是由亲爸来确认何刚叔叔体验什么样的项目和内容。对对对对对，那您可一定要想好了。哎，好，好，那这样，请刚叔上场，好吧？先挖坑，李老师加油啊！啊，怎么听这么吓人呢？起！哎呦，你看看有没有素质？哎，真有素质，喊起立马上就站起来了。立正，挺棒的，挺棒的，不难为你了。好，这样，我们先听一听这个爸爸的内容，体验内容哈，体验内容。麻烦把主持人把那个名牌给摘下来，就是他们身上的那个名牌啊，把宝贝的名牌摘下来。这是要体验啥呀？给珍珍喂饭。
哦，喂饭，哦，喂饭，对，哦，给珍珍喂饭，给珍珍喂饭，哎，喂之前您稍微哎往这边，我给问问采访一下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刚才在下边看能分清楚这三个孩子，我此时此刻就想知道珍珍是谁。对了，那就对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请何刚爸爸给珍珍喂饭。哎，考验你智商的时候到了啊！你们仨谁是珍珍啊？我知道了，来，我是珍珍。那个珍珍往前迈一步，珍珍往前迈一步。好。我说珍珍往前迈一步，你俩迈出俩来呢？那就证明他是，对不对？那谁不是珍珍呢？谁不是珍珍？不是真真的往前迈一步，都是真真。哎，完了，小凤还是很厉害的。对，一着急把我难住了。嗯，选一个吧。给出你的最后答案。手放下。就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阵型当中，哎，给出您的选择。我觉得有在前排的。我觉得通过我个人判断，我觉得他肯定是真真，是吗？你是真真吗？是。哎，哎，你看看怎么样？别看眼睛小，聚光一下就分出来。何刚爸爸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因为我太爱女儿了，真的。你看她，珍珍虽然是老大啊，但她长得特别精巧，你发现了没有？她要比他们俩都小一点点。仔细看，他们还是。然后呢，你再看，这是老二，真善美的善，她比她又稍微大一点点。到美的时候，她比她又大一点。你跟在一起，肯定是一个比一个高。一个呢，而且呢，还整个小脸儿这一个比一个稍微圆一点点，是是 是，你发现了没有？对，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别的，有一点点区别吧。嗯，我想问一下妈妈，他们三个差几分钟？嗯，一分钟，一个比一个差一分钟啊。啊，哦，一分钟一个，天哪！哎呀，妈妈太伟大了，嗯，真是没难得住你，不行了。就是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嗯，三胞胎闺女的话，她都要我给他们抱抱嘛，啊，然后呢，哎呀，如果你有一个抱不起来，或者说你给你不想抱的话，你就抱就抱两个的话，他们另外一个的话就会吃醋，哎，所以有请刘老师的话，也体验一下回家的感觉。其实我可以一块抱他们四个，你信不信？我真不信。来，来试试试试试试。当心啊，爸爸，哎，来，爸爸，爸爸，哎，那个，爸爸，爸爸，你站在这儿，嗯，你敢不敢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真的敢，骑在骑脖子，骑脖子上面骑，哎，抱住爸爸的脖子，撒手啊，抱好抱好了啊，去，你到后边，我背着你，我，哎呀妈呀，爸爸腿上，一航上来，嗯，抱住我的脖子。坚持啊，没地儿抱了。好，一二走，啊，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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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哎，这个你背着的这个宝贝是谁知道吗？这是我看啊，这是老大，这老三，这老二，是吗？我珊珊。对，啊，是善美吗？哎呦，我把他带走了，我替你分担一个，好吧？哎呀，好，善善，来，哎呀，刚才这个体验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对，在现场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但是我相信在实际生活当中，嗯，我们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像现场那样那么轻松，对不 对？也会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啊，就是搞乌龙的事情，是不是啊？嗯，是的。嗯，三胞胎的到来呢，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是长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喂奶的时候就是抱起其中一个喂奶，放下来就弄混了，吃饭也是这样子。后面我们就实行了那个专人承包制，比如说我喂珍珍，他爸爸就喂善善，然后我妈就喂美美，这样子。起初呢也是一个人喂，而经常就出现了一个吃多了，另外两个就没吃了。这个时候是多大的时候啊？那时候应该是百绿百日，哦，啊。哎，考一下刚叔，哎，谁是珍珍？这个你要是再能看出来，我跟你讲。我知道，那这个你们也不知道了，你也不知道公答。我猜是最那边那个黄色的，对，左边的是珍珍，对吗？他们是看那个衣服的颜色。哦，还是按照真善美排的是吧？
嗯，是的。就是你也怕弄混了，对吧？对，从小的话就是，他奶奶怕弄混嘛，所以买的衣服按黄色、蓝色，还有个粉色的买。啊，区分一下。是的，是的。会不会说这个洗澡洗了两遍，那个没给洗澡？会的，会的。包括吃饭啊、喂奶都会经常搞混啊。哎，不是，你比如说这穿衣服之前我就很好奇，那你怎么来这个辨认呢？就是是不是每个宝宝还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小小的特点？有的有的，就是上上最明显的，上上那个手腕上面的话有一个胎记。看看吗？哪个呀？妈妈说的这里的。他以前小时候就很明显。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啊。嗯，对。然后呢，美美的话，她就是饭量比较好，所以她个儿也长得大一点点。头也大。对，这刚才我们看好像脸稍微的要圆润一点，圆润一点。刚才我跟管彤姐姐还聊啊，这个现在这个年龄，你看都有一种初长成的感觉，哥哥也这么懂事儿，我觉得你们可能会省心很多。但是在他们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不好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过小小的苦恼啊？其实我一直以来还是抱着感恩的心态，因为三胞胎的到来让我没有时间休息，但让我也没有时间去抱怨，因为日子我觉得过得太快了。而且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婆婆、我的妈妈，因为全家人呢都围着几个孩子转，齐心协力，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几个娃给照顾好。我觉得日子过得很紧凑，但是感觉真的很幸福。本来应该是他们享受晚年的时刻，但是因为本身想生一个女儿，结果来了三，所以我妈妈跟婆婆真的是齐刷刷的上阵。哎，那我们也听听那个奶奶的感受吧。奶奶平常是负责带谁的？带珍珍。带珍珍。真的就是专人负责制。您主要就是盯珍珍盯的比较多啊。对对。那您觉得累吗平时？哎，累，觉得累，但是感觉很幸福的，挺幸福的。甜蜜的幸福啊，因为回馈您的快乐也是三倍的、四倍的啊。是的。谢谢您的这个辛苦的付出。的确，这个孩子多，的确可能在小的时候养育的时候要多付出一些艰辛，但是往往等他们现在像这样年龄的时候坐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给我们的快乐的确也是加倍的。那么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谁来介绍一下？声声慢。声声慢是唱歌还是舞蹈啊？舞蹈。舞蹈。你准备好哈？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个非常重要的表演环节了，那就是小妹妹大奶奶。人不瓦西白马踏死你，山花娇夜暮色从人红尽，屋檐下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星星
谢谢谢，来听一听卢老师的点评。我有个建议啊，我希望你们家成立一个真善美小队，队长呢就是一行大哥了。希望在一行大哥的领导下，真善美小队多做一些真善美的事儿，哥哥和妹妹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一起长大，也给你们的爸爸妈妈的晚年带来幸福和快乐。他们为你们做出那么多的付出，他们一定会得到你们的回报的，好不好啊？好，一起长大，一起快乐，一起孝敬父母，谢谢你们。谢谢卢老师。谢谢三位老师啊，的确看到了我们一行哥哥和这个排成一行的妹妹在一起，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好吗？好。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的环节，那就是非常新纪语。真真善善美美，我们长大吗？我们长大以后还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吗？我们要好好表现好哦，不能让爸爸妈妈太辛苦。我们要像哥哥一样好好学习，我们要让爸爸妈妈更开心。这是我们的非常新纪语，送给长大以后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你们。